从小就在书香和西洋流行音乐的环境中长大，有个音乐人的母亲陶小青女士，还有作家父亲亮轩先生，很自然地，马世芳长大以后就成为广播节目的制作人，创办音乐社群网站，制作独立音乐，写专栏，出版书籍，做了20多年的广播人，被称为是亚洲最好的中文 DJ 和乐评者之一。昨日书是马世芳出版的第二本书，书中收录的是马世芳的成长，他和音乐重叠的生命记忆，以及他对音乐、音乐人以及时代变化的一些观察和感想。我非常喜欢《昨日书》这本书，因为在这当中我看到了一个非常专业而且热爱音乐的马世芳。欢迎马世芳。世芳，欢迎你。怡珍姐你好。你好。有人说有两个人的客厅撑起了半个的台湾的艺文界，一个是作家林海音女士的家啊，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家，你的母亲陶小青的家啊。你能不能谈谈这个客厅对你的影响？我小的时候刚好碰到了校园民歌的风潮最热闹的时期，那我母亲那个时候又是蛮重要的推手，因为她当年在她的节目里面开始播出这些年轻创作者的作品，在他们还没有机会成名出唱片之前，他们在家里拿那个时候的卡式录音机，有没有那种挺大一台的，自己在家里面门窗关起来弹弹唱唱，把这录音带就寄到电台去，我母亲听了觉得喜欢，帮他们播出啊，慢慢的就让很多的听众，他们从本来都听西洋热门音乐，开始注意到台湾有这样的原创音乐，然后很多人听了觉得不太服气，他怎么写这个也可以播，我也要来试试看。是，所以就越来越多人投入这个事情啊。所以我母亲因为这个广播的推手的部分，加上她后来又筹划了很多的演唱会的活动，等于她这个人就变成一个平台，就这样她就变成了民歌之母啊。所以我们家客厅的时候进进出出都是这些歌手，我就满地乱跑啊，听他们在聊天也听不太懂，但他们写了新的歌会在我们家就唱。我觉得是也许真的就是你把一个孩子浸泡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从小家里面最多的就是书跟唱片。小时候的记忆总是有歌的。1970年代，我的母亲陶小青一面主持西洋热门音乐节目，一面推广台湾青年创作歌谣，家里到处堆着录音带、唱片和磁谱。民歌运动最热闹那几年，母亲经常筹划主持演唱会，那些民歌手三不五时便到我们家开会。世芳，我怎么看你啊，都是不折不扣的音乐人啊。你怎么会想到要出这本书啊？而且我觉得你这本书写得极好啊。谢谢。你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你这本书？好，这本书收的文章年代稍微近一点，然后呢大概有1/3的篇幅是音乐相关的主题，有1/3是比较像是随笔的，等于我自己的一个写作的实验吧，一些比较短的文字啊。有一部分是在写台湾的或者说整个中文流行歌的历史，包括我自己的成长经验，那有一部分是写西洋摇滚乐的历史，从 Woodstock 来聊到像 Bob Dylan 啊，这个我非常敬佩的音乐影响我很大的音乐人，提到去国外看演唱会的故事，我一直希望我可以做一个认真的乐迷，那一个认真的乐迷怎么样把自己的这种经历跟感动写出来，然后希望让更多人跟我一样可以体会这样的美好啊，这个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吧。从你的书里面我知道其实你很早就做广播。对。但是你开始自己投身到音乐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面，你自己记忆里面大概是什么时候？很晚哦，要是真的说开窍就是知其所以然啊，真的很晚。那你说开窍可能就像所有的青春期的孩子都会在某个阶段开始对流行音乐有一种追上潮流的焦虑感，尤其是西洋流行音乐。对，尤其是西洋流行音乐，那时候我们都听随身听买录音带，然后要追 Billboard 排行榜，对不对？然后每个礼拜去唱片行，他们就会印那个榜单嘛。
整个事情的转捩点应该是国中三年级，反正就在我妈的抽屉，她放很多录音带在抽屉里面，她的工作需要的东西，就找到一卷 Beatles 的录音带，一听之下就真的是天雷勾动地火，因为我在那里面听到我在所有同时代的歌里面没有感受到的一种激动，一种激动，一种感觉，那种感觉说不出来，那是我第一次有冲动想要认识写出这些歌、唱出这些歌的人，想要读懂他的歌词，想要知道这些歌怎么录的，想要知道谁影响他们做出这样的音乐，他们又影响了谁，他们同时代还有谁，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东西。在这之前听音乐只是听音乐，它就是一个消遣，是在这之后听音乐就变成了一个好像想要去研究的事情，因为就有热情。那一旦迷上老摇滚呢，我母亲就是最好的那个时候的 Google search， 所以有问题就去问他，他平常轻描淡写也不讲这些，我一问他，他什么都答得出来，我才知道，哎呦，我娘真的很厉害哦，怎么问都问不倒哦。那有的时候自己想要再多了解一些，就去找他书架上，他有英文的工具书嘛，什么摇滚百科全书啊，什么一些乐手的传记都是英文的，你说英文程度也不行，但是很想知道，就硬生生的要把它读懂。上课考试绝对不会激发这么大的热情，是，但是一旦变成迷了，就会有这样的热情啊，所以就这样一头栽进去了。一头栽进去就到现在了，不知不觉过了这么多年。所以啊，你这本昨日书其实收集了你大概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这段期间。在你这本书里面，其实我看到的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时间感的一个年轻人。好了啊，我特别要提出来有一篇就是《胡适托奇想》啊啊。我一看那个文章，我就想说，马世芳里面写说，就在想着五十年前。那个胡适托那个音乐节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台湾的青年也穿着非常的宽松啊、细软的衬衫啊，也跟着大伙一起坐在那个草坪上啊，然后跟着大家高喊“雨停，雨停”啊，因为那时候下大雨，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哇，你会去想象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你非常有时间感。那这篇文章其实你说后来其实有后续，对不对？对，我自己来不及。经历那个年代，我是71年出生的，没有赶上那个时代，没赶上60年代，我连边都没沾到嘛。但是听的音乐，哎，好像最有感情的都是那个年代，60年代的，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想象。他对台湾的青年来说，那个年代，我想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事情，距离上很遥远，心理的距离跟地理的距离都无比的遥远。但是他后来居然隔海隔代，影响了很多台湾的文艺青年。对啊。没有 Woodstock， 台湾的这个段中谭、段中仪兄弟不会创办滚石唱片，台湾的流行文化史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有 Woodstock， 很多台湾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可能会少了很多梦想跟向往的材料。而这些年轻人当年他们在做梦的时候，他们甚至连那个 Woodstock 的纪录片都没看过，他们只有听唱片而已。那是一个好大好大的一个做梦的时代。那后来我有一次在演讲的时候聊到 Woodstock， 我介绍这个音乐节，放了一些音乐，放了一些影片，底下就有一位长辈的观众啊，他后来就这个写了个条子给我，他说他知道有一位台湾的留学生当年真的去了 Woodstock 的现场，啊，那位当年的年轻人后来回到台湾来，在教育界现在应该是 either 是系主任或者是校长等级的这个已经是人物了，已经是很是一位人物了。是，当年也曾经在烂泥巴里面跟美国嬉皮一块打过滚啊，也听过 Woodstock， 所以我心中的一个疑惑啊，终于有了解答，就是那50万个人头里面有至少一个来自台湾的人头。对，是。有那么几首歌妥妥帖帖藏在心底，却不大舍得听，因为它们太完美，每一播放便不免残酷地映照出世间的丑陋与无聊。灵魂不够强悍的时候，
奏铃那样磅礴淋漓的美，简直令人绝望。你觉得台湾的民歌哈，因为在之前其实那个像 John Baez 啊，然后像那个 Judy Collins 什么这些民歌手，就他们的民歌手几乎就成为一个社会批判家啊，是，他们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台湾的民歌？影响太大太大了啊！因为整个70年代台湾的青年创作歌谣风潮，我们后来讲它是民歌运动，是，要不是有这些西方的所谓的 folk singer 或者说创作歌手在前面做示范，台湾这边是冒不出这些东西来的。然后从杨璇到李双泽到胡德夫到吴楚楚啊、韩正浩，他们全部都是听西洋歌曲长大的，他们全部都是听美军电台，然后后来听我母亲介绍的西洋热门音乐的节目。是，那刚好19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的西方流行音乐是这个整个爆炸性成长的阶段。你除了受到他们的歌曲的旋律的感召，或者他们那种比较潇洒不羁的形象，他们都不修边幅啊，除此之外还有他们的歌词的社会意识跟现实意识，那个也是太重要太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它也有可能变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哦、是，这绝对是有影响的。那这个影响的脉络一直延续到后来。对，那你在里面提到，你的文章里面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也是我很喜欢的两个歌手、就是罗大佑跟那个李宗盛。是，对。那你说罗大佑的沧桑还有点年轻人的味道，但是李宗盛的那种世故啊、其实是一种告别青春期的仪式。对对对对。所以能不能谈谈这两个歌手？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影响台湾80年代之后影响台湾的流行国语流行歌曲乐坛非常大的两位歌手。罗大佑的出现，我觉得他真正重要贡献在于，首先他的语言质地跟之前的歌手完全不一样，他既没有了校园民歌时代的学生腔跟文艺腔，至少大部分的歌没有，他也没有再回到更早一点像群星会时代有那种歌厅气，也不是那种老台语歌那种江湖味道或者脂粉味，都不是，他是一种全新的语言。那这个语言他很直白，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这语言很直白，但是意思很有趣。对，然后摇滚的音乐的部分它一次就做到位、那个能量是很强的，它就整个变成了划时代的一个人物。我觉得这个踢开了一扇大门，让很多人看到原来歌可以这样写，它让我们慢慢的更具体化的了解到，假如说校园民歌时代让我们意识到歌它可以承载文学，它可以有艺术气质，它甚至可以有一点思想深度的话，那么罗大佑就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歌手竟然也可以是一个革命家。罗大佑的歌你再怎么听，就算他唱情歌你都觉得历经沧桑啊。我觉得是一个还身处在集体主义的时代里面，常常会想大我，罗大佑的歌是扛着那个大我的，是、他的情歌里面也还是有那个大我那个沧桑的东西，所以听罗大佑的歌就有一种世故的投影在他的东西上，那又有一种青春不在的沧桑感，那太迷人了。李宗盛就不是，李宗盛他更往前跨一步，李宗盛的歌他都是写小我，但是他有办法把小我的东西写出那种小我的自己内在的东西，写得非常精巧，然后写出了史诗的质地，然后他可以用写论文的方式写情歌啊，他可以用辩证法写情歌，那是太厉害了啊！那个语言的质地不同于罗大佑，但是又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样子。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最大的区别在于，罗大佑是旋律先出来，他才有歌词去配合旋律的起伏跟曲线。李宗盛刚好相反，先有歌词。李宗盛一定是先有歌词，旋律再去配着那个语言去发展、那所以李宗盛会说：“哎呀，歌唱是说话的延伸。”所以你一听他的歌，你就听得懂啊。所以这两个人各有特色，但是都展现了不一样的语言质地。你好像特别容易被歌词所感动。之后你会谈到他们的音乐、但是你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一首歌要能够成立啊，以流行歌来说，作词、作曲、编曲、录音、演唱五个环节都很重要，没有说哪一个环节一定要特别强。对，任何一个环节特别厉害，都有可能成就一首经典。是，他也，我觉得歌无定法嘛。但是就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
好的歌词单靠歌词是不行的，就单靠歌词那当然它就印在纸上就好了，就对对对对，我们变成一首诗，旋律绝对的。现在想起来那些了不起的歌词，那个歌一定要也很厉害，他要么要有好的旋律，对，也要很厉害，要不然就要好的歌手把它唱出来，不然他不会以歌的形式感动这么多人。那所以我在读很多的乐评啊，包括像中国大陆的那个摇滚第一人崔健，很多人在写崔健的乐评，花了好大的篇幅在讨论他的歌词，但是花在讨论他音乐上的篇幅相对少很多。我觉得这很可惜，因为崔健的力量，就我来说，音乐的能量太重要了，他的音乐的技术高度跟他思考的音乐的深度，这个东西跟他的音乐相互陪衬，才能够有那种核融合的爆发力。罗大佑跟李宗盛也是如此啊，像我们刚才聊到旋律演唱啊，那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鹿港小镇罗大佑唱就有这样的力道，但是费玉清来唱鹿港小镇怪怪的，对不对？李宗盛有的歌那个是技术非常高的挑战，还有那种非常绵延婉转曲折的长句子，只有他自己唱得出来啊。听他唱比方说你像个孩子啊，有那种非常长的长句子啊，这些年学会的一点点成熟稳重就要被你通通化解，都没有人可以唱，只有他可以唱啊。那这个也是他们的特色，那我觉得要能够把这个部分也点出来。你书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李泰祥。嗯嗯嗯，你在那篇文章就是告别不要告别不要告别那篇文章里面，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他的背后的故事啊。同样那个旋律可是有不同的歌词，对，然后中间又牵涉到这么多有名的人啊。对，我觉得李泰祥真的是台湾流行乐史太重要的人物啊，要不是他，我觉得很多事情的可能性不会被看见。他是一个以学院古典音乐训练出身，是投身前卫音乐的一个严肃音乐创作者，再投身到通俗音乐的创作，所以他那个技术高度一出手就是不同凡响的，是那跟那些校园歌手三个和弦走天下，那是不可同日而语嘛。对对，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所有台湾的唱片的那个买卖方式，就是跟创作人之间都是用卖断的嘛。作词作曲一首歌可能2000块3000块卖掉，然后从此这个唱片卖得再好都跟你没关系，歌手也是一样。所以像当年李泰祥在1970年代写了《不要告别》这首歌，卖给了歌林唱片，当时的作词人是三毛女士啊。那歌林买下这个歌之后，他们自己拿去编曲，拿去录音，交给了他们旗下的歌手演唱。李泰祥一开始大概没有很吃惊，歌林做出来的编曲跟他想象的差太多了啊，就不是他想象的样子，他觉得这变他心里面的一个疙瘩啊，所以他要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把这个歌拿回来，自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再呈现一次。所以到了80年代初期，他跟唐小诗合作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他就想总算有机会让唐小诗来唱《不要告别》。那他这次就用他喜欢的编曲方式，让唐小诗用他比较熟悉的这种演唱方式来唱。唱片都已经做完了。结果歌林唱片公司他们不同意授权李泰祥跟滚石唱片合作这首歌，他们认为我拥有这首歌的版权，你要是拿去用我就要告你侵权。所以李泰祥会因为他使用自己作曲的歌而被控侵权，这个事情太荒谬了，很荒谬，但那个时代真的是这样吗？是导致李泰祥决定他用同样的歌曲结构再填一个新的歌词，然后我们就有了告别这首歌。对，李泰祥跟唐小诗的对唱《告别》这首歌，是因为这一连串的意外、那中间还有很多曲折，我都写在书里了啦。是，没有暖场节目，没有开场影片，没有故作姿态的拖延，票面硬的开场时间一到，幕后响起那句不变的介绍词：“先生女士，敬请欢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艺人。”巴布迪伦，乐声大作，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眼见到了他。你刚刚提到那个 Bob Dylan 啊，还有 Beatles， Bob Dylan 也是我们非常喜欢那个歌手啊。然后我就非常羡慕你，你在书里面写，你追逐他的那个演唱会啊，你可以毅然的去，然后有热情啊。尤其你是先到日本去嘛，到日本去听 Bob Dylan 的演唱会嘛。对。你在文章里面曾经提到说，你对于他们日本人那种近乎龟毛的，对于所有声光细节的那种讲究设计哈，
但是有一个点是乐迷的教养，是，然后我很少听演唱会哈，所以你能不能谈一下那个乐迷的教养？你特别提出来讲这个事情，很有趣，因为你知道，我去过美国看 Bruce Springsteen 的演唱会，他回老家纽泽西唱，然后我去现场，我是抱着朝圣的心情 ，Bruce Springsteen 开玩笑，但是去现场的乡亲就好像去洗脑袋又去看棒球赛一样，一边吃热狗一边聊，哎，你老婆怎么样啊？哎呦，最近工作还可以吧？一边聊喝啤酒，都没有在听歌耶，我就很难接受。后来想，哎呀，这样才对啊，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那日本的乐迷，他们对于远道而来的这些歌手就不一样了，他们是非常珍惜而且非常尊敬的。啊，不管是摇滚乐手也好，爵士乐手也好，古典音乐人也好，那个乐迷表现出来的，我真的很喜欢你，我要尊敬你，所以我爱你，然后我要让你知道，那又有一种礼貌啊，就是那个状态很有趣。比方说在 The Who 的演唱会现场，就看到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课长造型的西装男，进场之后就从公事包里面拿出 T 恤，拿出大英国协的旗子。拿出各种的道具，然后把自己瞬间改装变成摇滚乐迷，然后就开始研读歌词，他把歌词列印出来，好像要准备考 GRE 了。然后开始演唱会了，他就把他的那个好大的那个米字旗拿起来，但是拿起来他不能超过3秒钟，因为他会挡到后面的视线，他就再放下来。你知道在国外的演唱会，这已经都谁都不管了，就谁都不管，他就是哦，然后放下来，但过一阵子哦，再放下，就非常有趣。对，因为他们真的可以把音响、灯光、所有的细节都做得非常好，包括室内场馆的空调温度、座椅的软硬的程度，他们都调教到无懈可击。所以我相信音乐人在那里演出也都被伺候得很开心，表演自然就会有水准以上的呈现，所以我觉得那是非常有趣的经验。到那边看就说，哦，这个是世界级啊，这样的乐迷也算是世界级，这样的环境算是世界级。是的。我在阅读昨日书的过程当中，经常的就起身了。不免要去找那些马世芳在书中里面提到那些乐手的那些音乐，他们的那个 CD 来听啊。我觉得马世芳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的 DJ， 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字的 DJ。 今天非常谢谢马世芳的节目来，世芳，谢谢你。哪里，谢谢你。